秉持着爱，就会看见惊奇。现在去做，就是幸福。一条金线，是我们殷殷的血脉；崇德精神，是我们坚毅的脊梁。为感恩前人走过的足迹，报答前人栽培提携与无尽的期许，我们愿为道场传承尽最大力量。百代兴传，有心有愿，天人同在，天人同喜，这是上天无声的祝福，是诸佛无言的加冕，是崇德永续慧命的延伸，是再创新局永恒的见证。深深的感动，满满的信心，带着使命，带着愿力，深耕道务，深耕基层，再创道务的高峰。慈慧普照寰宇，白水圣地不休息菩萨圣德加批。2013年5月12日，吉隆坡道场巴生区崇慧佛院落成典礼，海内外嘉宾云集，总会诸位大德共襄盛举，再一次见证了白羊普渡的盛况。法医崇德在集体领导、整体带动中，大家同心同德，团结合作，共创吉隆坡道场道务佳绩。午宴的表演活动在这个家靠大家的歌曲中告一段落，而巴生全体道亲对于道务开创再出发，正才开始准备起航。慈悲的大爱，喜舍的心量，造就出一个个大气有作为的修士，无量的发心，踏实的修办，成全出千千万万不休息菩萨的化身，让爱的光芒温暖每一个人的心房，让天恩师德的慈辉照亮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在法医崇德庄严的道场里，双脚踏着前人耕耘过的神圣土地，现在我们将继续崇德这永不停息的生命力。只有奉献，没有条件；只有牺牲，没有自己；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只有付出，没有占有。吉隆坡道场全体道亲，手牵着手，心连着心，不分你我，共存共荣，集体领导，整体带动，在新时代巍峨的殿堂中，铿锵阔步地向前迈进，让不休息菩萨的交代一愿实现，让浩浩的天恩师德普照着寰宇城乡，共同缔造崇德不朽的盛业，将慧命永留万世千秋。世界这么大，五彩又缤纷，花花的世界，我只是个小草，有您的关照，恩泽美邦，德化十方。美国，一个经济发达和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它代表着自由、创新、宽容、勇气和决心迈向繁荣的精神。美丽的国家以开放、接纳、拓展的大气，融合了世界各种文化，又让各种文化
独立自存的一个多元性国度。2013年9月29日，法医组大美洲地区众后学假圣盖博教堂剧场隆重举办白水老人美国开道30周年感恩纪念大会，由崇德道场负责筹备，各单位道场共同举办，大家兢兢业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各单位精锐进出，全力护持本次感恩纪念大会。祝贺团1600多位浩浩荡荡的排场，鱼贯的入场，满心的感恩与喜悦，为本次大会带来无上的祝福。今天是我们白水老人莅临美国开道30周年纪念大会，天上人间先蒙沾恩，白水老人继承苏志苏母面面。1992年，白水老人三度莅临美洲国家，善博者有缘道种，使之名雅茁壮。由各单位精心策划的节目演出，内容丰富，意义深远。崇德朗诵团的诗歌朗诵，同声歌颂着一代圣哲老前人，济师智，成师德，心系天下苍生性命，仆仆风尘，圣道传播，不畏路途遥远，不惧困难阻碍，此心悲愿。想起远方天国那璀璨的时光，神荡漾祝福我的家，圆满的道场传说这地方。以身试道，我们都上了法船，我们都上了法船。真修就真好，上天借势磨人，一个不善的念头可会让你跌入深渊。为师领着众徒儿们往前冲，让千万众生登此船，上法舟，行功立德，面目娘。为鼓励各单位在美洲开道的第一线前嫌，大会特别颁赠纪念匾额，敦品崇礼，至道立德，默默耕耘，尽心付出。有你有我互相接着手，有你有我甘苦也享受，有你有我用真心付出，一生一世不要白走。点亮心灯，点燃光明，高举希望的火炬，再一次发心，勇猛精进。祝福您感恩的30年，赞美您奋进的30年，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建理想的大同世界。没有缤纷花火的世界，2013年10月6日，法医组大美洲地区众后学加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艺术表演中心隆重举办白水老人美国开道30周年感恩纪念大会。法医组承蒙天恩师德、老前人圣德及各位前人的苦心成全，中一步一脚印，踏踏实实，真修真办，播种、生根、萌芽、成长、茁壮，
积极开拓，尽心投入，各地道务蒸蒸日上，人才辈出，共为大道推展报恩了愿，尽一份绵薄之力。前人三次来到美国，足迹遍及美国的东岸西岸，还有今天美洲各地大陆的蓬勃发展。今天在此，我代表我们全体，我们大家一起以一份最虔诚的一颗心，默默地祈祷，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拯救世界的未来。黄金之子强，今天新建房，我那所过苦海成为天堂。我们重发心愿，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好好的传承下去，让老前人得到安慰，让老师欢喜，让老母高兴。因为发展的各单位不能够缺一个单位，永续的发展也才能够所谓的落实对老前人的表达感恩之意，而且以报恩行动做成一个成果。为鼓励各单位在美洲开道的第一线前线，大会特别颁赠纪念匾额。太阳的号角响起了，带排骨油源燃上发车。节目的压轴由发一各单位组成合唱团，并由本地优秀的人才创作词曲，让这次大会在壮阔的和声中唱出了激昂的修办意志。点亮心灯，点燃光明，高举希望的火炬，再一次发心，勇猛精进。祝福您感恩的三十年，赞美您奋进的三十年，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开创白羊道务佳绩，承担使命，责任扛起，将老前人的修办精神发扬永续，让天恩师德的光芒普照大地寰宇，让发一族盛业永续，薪火相传，共创幸福的弥勒园地，共建理想的大同世界。有希望就有明天，大爱散播四方，高传九州开创。2013年10月5日，纽约崇德佛院落成典礼，来自崇德道务中心负责群代表即国内七大道场100多人，不远千万里带来了祝福，带来了欢欣鼓舞的士气。崇德一家人，每一个地方的成就成功，都是我们愿力与助力的扩大，都是天恩师德加批与前人大爱的延伸。前人用生命血泪换得我们的成长茁壮，换得了众生自信觉醒与智慧升华，在时代因缘中造就出一波波人才，开创出修办的丰源道场。崇德纽约承续前人修办精神，在崇德道务中心负责群的关照鼓励中，深刻体会在这样一个聚集全世界精英的城市里，更要为华人同胞兄弟姐妹
开出一条光明大道，让每个人活出生命的真意，点亮心灯，照亮心灵，为白羊普渡尽一份最大心力。大爱散播四方，高传九州开创。每一个地方的道务成长，都是我们心中跳动的脉搏。崇德人用真心，用勤奋，用实力，用智慧，一次又一次辉煌的开拓。2013年12月22日，发一崇德泰国道场泰林佛院举行落成典礼。清迈省长、市长、崇德道务中心负责群代表及祝贺团2000多人齐聚一堂。佛院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无限感人的温馨画面。巍峨的佛殿中，献供、揭幕、请坛，道亲们全心敬意，肃立两旁，感受老母圣灵、诸天仙佛、圣神菩萨的降临。大家在感动中不断的发心，在付出中凝聚了更大的向心力，从无至有，由小佛堂扩建成大佛院，美轮美奂，宽敞庄严。道亲们财力与人力的投入，道务中心的关注与鼓励，点点滴滴的过往，一切只为了报答天恩师德，老前人前人大德，让大道普传，救度更多的圆皇，不分国度，无有对待，驻守人间，喜舍慈悲，让每一个人的心中丰收着希望，散发着光芒。全体道亲在虔诚的叩首祝祷中，泰国道场又增加了一处白羊大法船，承载更多有缘的佛子，让更多的芸芸众生回到老祖师的弥勒怀抱，找到灵性的故家乡。发一崇德台中道场正和书院举行开道36周年暨书院大楼落成典礼，来自海内外12国道亲前贤，现场嘉宾云集，总会诸位大德共襄盛举，共同见证历史的一刻。回家的喜悦，雀跃的心情，欢庆开道36周年，见证白羊普渡的盛况。崇德负责群及各道场、各区、各佛堂点传师们，承续了前人慈悲喜舍的挚爱与关怀，整合了所有人应有的公心无为，拉长视野，放宽心胸，永续发展道务，使崇德建立起一个真正落实集体领导、整体带动强而有力的道风文化，创造出一套稳固踏实、人人乐于修办的价值体系。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互助，以崭新的修办道风点亮崇德道场的天空。郑和已走过36个年头，书院于今正式落成启用，海内海外已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同修们，最后在谢幕的歌声中，郑和书院海内外点传师群一一上台，与在场所有道亲前贤一起高声齐唱，大家使命承担，团结互助，齐心戮力，报答天恩师德于万一。再次向大家深深的一鞠躬，感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盛凡如意，道务红尘。
四方，高传九州开创。2013年10月25日，由崇德负责群韩老点传师代表，在总会理事长及各祖县诸位大德前贤的护持下，于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两岸孝悌文化交流座谈会及音乐会，并与中央国台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交流座谈。崇仁文教基金会为延续百孝经的精神，历经多年的努力，第一次以孝悌感恩音乐会的方式呈现，以人人有礼、家家有孝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落实两岸的文化交流，让我们两岸的中国人能够享有中华5000年的文化传承里面最富裕的一个时代，而且能够贡献世界人类，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最宏观的心愿。台中崇德合唱团和福州芳华越剧团以歌声、戏曲的精彩演出，深深感动了大家。大陆中央与地方长官高度肯定我们对安定国家、促进道德力量、肯定活动的用心，期盼借此演出融合两岸民众，提升民族情感及互惠合作，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创造祥和社会。大陆海峡卫视也做了特别报道。中国人常说百善孝为先，孝悌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在越发重视家庭、重视亲情的今天，人们该为弘扬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做些什么呢？在福州，一场充满感恩之心的演唱会传递出很多人的心声。天黑黑，丢丢童仔，这些大家熟悉的闽南童谣，配上演员充满童趣的表演，儿歌中描绘的快乐场景像一幅幅铅笔画一样，唤起大家对故乡的回忆。感觉对他们很崇拜，很崇敬他们这一份心。观众感受到的正是表演者为弘扬孝悌文化做努力的真心。这场旨在弘扬中华孝悌文化的演唱会，所有的演出人员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文化志工。这台由台湾崇仁文化志工合唱团主要担纲的演唱会，一共汇聚了近80位的表演者，而他们也是第一次以举办演唱会的形式出现在大陆观众的面前。这一次呢，是我们感觉到要用一种这个，所以说是，歌曲跟这个表演的方式展现这个孝道的重要性。期盼人人有礼，家家有孝。韩万年和他的志工们要用行动告诉大家：孝悌家和，家和国兴。海峡卫视雪山王浩福州报道。大爱散播四方，高传九州开创。2013年12月31日，崇德文教基金会发动所属台北各大专院校500多位的青年志工，配合台北市政府大力宣传的跨年垃圾不落地，热闹的演唱会，绚丽的烟火，大家引颈而望。而崇德志工对环保的热情投入，却感动了、影响了很多现场的民众。每一年跨年活动结束后，总是考验着年轻朋友们的功德心。烟火结束的瞬间，大家带走了跨年的热情，却忘记带走了自己制造的垃圾。不带别人把垃圾交给我们，而是主动积极把地上垃圾捡起来。戴着草莓帽的崇德志工向大家证明，我们正学习关怀这片土地，为社会尽一份心力。崇德志工爱心无限，崇德志工就在你身边。台北市政府也特别表扬参与的环保志工团体。大爱散播四方，高传九州开创。幸福是付出后的喜悦，幸福是用爱关怀世界。2014年1月19日，由发一崇德慈善事业基金会、崇仁文化教育基金会联合台中市政府市议员及相关基金会，举办第3届“大手牵小手，爱心共携手”寒冬送暖关怀餐会。从各位董事长来。
来赞助了，我们才有这个场面。祝大家新年快乐！虽然你没有讲，今天就是崇德在为我们办这个寒冬送暖了，我们为台上所有的道亲、所有基金会的朋友热烈的拍一个手，好不好？规模像今天这么大，3000人，还动员46部bus去接你来的，我没有看过，只有崇德做得到。我知道已经办了3年了吧，已经办了3年，越办越大呀。所以我们在享受爱心的时候，大家也给陈大姑鼓掌一下，好不好？好，再次的代表内政部谢谢华裔崇德，谢谢各位道亲，谢谢所有的工作同仁。岁末寒冬，年关将近，温馨送暖，关怀社会弱势团体与个人，单亲家庭、独居老人一同参加参会，借此抛砖引玉，让更多人感受到社会温暖，人间有情，大地有爱。每一个音符都唱响生命恢宏气魄，每一次的相聚都丰沛横成精进的修办意志，有气势，有远见，有担当，有勇气，团结和谐，互助合作，尽心服务，奉献所能，心连心，手牵手，共谱白羊大乐章，共创白羊大事迹，迎向大格局，开展新气象。大爱散播四方，高传九州开创，让商业永续使命担当。